遇到你这样的人，算是我上辈子缺了德。这辈子也没做什么好事。这样，你帮我一个忙。嗯，我帮你什么忙呢？把我装进这口箱子里，然后丢到河里去。看来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帮你的忙了。大概现在这口箱子恐怕没有任何人可以再装得进去了。这一定是你做的好事。你刚才一定在这口箱子上动了手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是因为我被装进这个箱子的时候，在里面我突然想到，被关进这箱子里啊，一点都不好玩。 如果还有别人再被装进这个箱子里面的话，那么那个人肯定也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玩的事情。啊，如果你觉得对我有点不好意思的话，等一下，请你帮我一个忙喽。我能帮你什么忙？哼，等一等你就会知道了。中原人真奇怪，为什么会如此轻易的就放过曾经狠毒陷害过他的人？ 在我们东阳，这种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有时候他们甚至会为了一点小事，就用长刀剖开自己的肚子。要他们宽恕别人，那简直是绝无可能的事。啊，对了，英子姑娘，不要发呆嘛。我看过樱花，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一到了春天，樱花就会开了。我也曾经和一位姑娘躺在草坪上。 看过樱花，哎，只可惜那位姑娘并没有樱花那么美，而且她的名字也不叫做英子。这些话都是我说过的，当时在场的只有我和薛川心两个人，怎么会被第三个人听到，而且还知道我的名字？哼，都说了你不要发呆了。<笑>我刚才好像听说英子姑娘肯出30万两。 来买这口箱子，不知道我有没有听错呢？你没有听错。哼，那么好极了，这口箱子现在已经是你的了。这次香帅，你好像弄错了，这箱子不是我的，是你的。
我记得香帅刚才好像出过3000万两，不知道我有没有听错呢？你的确没有听错，可是英子姑娘，你看我像不像是有3000万两的人呢？我看不出。那好啊，那么我告诉你，我没有，我的确没有。所以我刚才说的那3000万两应该不能算数啊。这个箱子还是你的，而且我相信英子姑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30万两来，是不是这样呢？我的确有30万两，我也愿意拿出来，只可惜现在这箱子已经没有了。哦，箱子没有了？箱子怎么会没有了呢？如果这不是个箱子的话，难道它是一块肥猪肉？哎，那怎么能不是箱子呢？哎，箱子就是箱子嘛，猪肉就是猪肉，猪肉就是剁烂了烧成红烧狮子头，有谁能说它不是猪肉呢？哼，花姑妈果然是个明白事理的人，说的话中肯极了。好，能买到这么一口好箱子真是我的好运气。银票是135000两，不够的话这一袋珠宝应该可以补上。那么现在我就要告退了，谢谢各位对我的关照，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好极了，哼，原来这个世上还有这么厚脸皮的，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欺负一个小女孩。哼，老臭虫，嗯，你是不是穷的连脸都不要了？为什么硬要拿人家30万两银子？我作为你的朋友，我的脸都被你丢光了。我现在想请你帮我刚才说的那个忙了。你让我怎么做？这30万两银子你拿去吧。这银子是你的，你不该给我。这银子不是我的，我也不会给你。我只不过请你拿去给万盛镖局那些死者的遗属们和黑竹竿啊。黑竹竿已经尽过他的本分，他有权分到他应该拿的那一份，只是我怕他不肯收下来。我很了解他这种人，他们的脾气通常都要比别人还要硬很多。这样的事情你不应该找我做，更何况我也不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人。我这一生只懂得拈花惹草，持刀杀人，我从来都没有做过好事。可是为了你，这一次我破例，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好，干得漂亮。这事儿干得漂亮极了，我想除了楚香帅，大概天下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唉，只可惜呀，我有一点不懂，这个东阳姑娘又精又鬼又能受气，随随便便就能从身上拿出30万两银子，好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银子，她连眼睛眨都不眨的就给你了。这么个东阳姑娘从东阳来到江南，我想他不会就来买这堆破木头吧？
你们怎么就不留下他来问问，问问他究竟要干什么呢？哼，今天晚上这里死的人已经够多了，我不想再多加一个人了。你问了他，他就会死？非死不可。为什么？如果史天王抓住了你，他一定要问你为什么要找人去刺杀他，你是不是非死不可呢？老臭臭，不是楚香帅，你可不可以痛痛快快的打我一顿？你难道听不出来我刚才是在骂人呢？而且骂得像龟孙子一样啊。哼，那你骂的那个龟孙子是不是我呢？不是你，我骂错人了。那你既然骂的不是我，你肯定是骂错人了，心里一定难受极了。如果你现在让我打你一顿，你心里肯定会舒服很多。可是我告诉你，我就偏偏不打你，让你难受一下。哼，你这个老臭虫真不是个好东西，从我认识你那天开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不过有时候你还真他娘的是个好人。哎，花姑妈，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一个忙。什么事啊？你是胡铁花的干妈，我还能要你干什么呢？我只是希望你帮我准备好一辆车子。你要什么样的车子啊？我要一辆很快的马车，最好上面有些酒和一些干粮。而且这辆马车我希望是用四匹非常好的马来拉，最好用快马堂的马，每隔800里就要换一次马。我要你在一个时辰之内替我准备好我刚才说的这些事，对你来说应该不是问题吧？那我要是办不到呢？哼，那么我就非得问问你了，你为什么一定要杀我灭口呢？而且我会问得清清楚楚。哼，我要你这么做只因为我要在一觉睡醒时就已经到了一个地方，而且见到那个我想见的人。我要去的地方你知道，而我要见的那个人你也见过。什么地方？什么人？御剑山庄，杜先生。香帅，前夕雨才停，今日香帅就来了，正赶上了花开的时候。我知道杜先生一向是不见外人的，
所以麻烦你转告他，他既然已经答应了要见我，我想他一定不会食言的。我也相信他不会，因为他现在就站在你的眼前。你就是杜先生？我就是。现在你应该相信至少我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了吧。我知道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其实一个女人被称作为先生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男人有时候也会被称作为夫人的。战国时期就有位铸剑的大师被称作为徐夫人。杜先生你不愿意见人，难道是杜先生你不愿让别人知道你是个女人？也许是，也许是因为我不愿让别人像你这么看着我而已。我知道你一直都很忙，可为什么这次一定要来见我呢？是为了史天王和御剑公主的婚事吗？不是，你就算把80个御剑公主嫁给史天王，也跟我完全没有关系。那什么事跟你有关系呢？我只想帮我的一个朋友找到他自己的女儿，一个曾经被装在箱子里又被别人偷走的一个女孩子。我相信她一定在你这里。为什么不喝了？要知道喝到这种酒是很难得的。好酒难得，不过好友更难得。哼，要是那个老臭虫知道有这么两坛好酒全部被我喝了，哼，这老臭虫还不被活活气死？到时候老臭虫变成死臭虫那就不好玩了。你要留一坛给他喝？嗯，没有啊，不是给他喝，是陪他喝。哼，这个老臭虫啊，他喝酒呢虽然比倒酒还快，不过我也不慢，他喝半坛的时候我绝对不会比他少喝，所以他喝半坛我就喝一坛半。你怎么知道他一定会来呢？他为什么不会来？我肯替你们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这件事不是坏事。如果我不能在5月初5之前把公主送到史天王那里，那个狗屎天王就一定会杀过来。就算你们能击退他，这一路上的老百姓的血也要流成河了。但是如果你们敢动楚留香，我就要先把你们这个地方变成一条河，变成一条血流出来的河。你喝醉了，你本来喝的就是醉人的酒，你就应该知道你会醉的。
花开花落，花有开的时候，就会有落的时候。因为花就是花，既然不能不开，就不能不落。就像我们这些人，该醉的就非醉不可，该死的就非死不可。花开花落，人聚人散，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人在江湖，就像花在枝头一样，要开要落，要聚要散，往往都是身不由己的事情。一个男人，既然我已经败在你手里，随便你要怎么样都没关系。始天王要的是一位公主，不是一个骆驼刺客的女儿。我要嫁给始天王，不但是我母亲的意思，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无论是谁要来破坏这件事，时时刻刻都会有人去要她的命。我要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一点。你现在是不是都已经明白了？
是的。那么你就赶快走吧，永远不要再来见我，我也永远不要再见到你。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能把你弄醒还真不容易啊。喂，你这什么意思啊？我明明睡在床上，你把我带到天上飞什么飞？哼，你是个乌龟还是王八？还是乌龟王八蛋？你还想飞是吗？好，喂，不用了不用了。喂，你究竟想干什么？哎，其实我也没想要干什么，我只不过是想有个人陪我散散步而已。散步？嗯。你这个散步法，我这条老命非被你散掉不可。喂，不如这样，散步就免了，我想我们两个干脆呢坐下聊聊天，行不行啊？好啊。嗯，休息一下吧。哎呀，哎呀，哎。你要睡觉还是要聊聊天啊？要不然我再陪你散散步好不好？喂，哪个要睡觉啊？乌龟王八蛋才要睡觉呢。喂，聊点什么呀？要不聊聊杜先生好不好？你有没有见到他还有嘉玲的女儿啊？都见到了。喂，那位娇姑娘长得是不是很美啊？不但美，而且很聪明啊。我想就连娇林也没有想到她会有这样一个女儿。那然后呢？然后然后我就走了。不是吧？喂，为什么急着走呢？你脑子有病啊你？哼，不是我想要走，是她要我走的。她要你走你就走？你几时变得这么听话了？就在我意识到我应该明白这件事的时候。明白什么？应该明白的我都明白了，就连不应该明白的我也明白了。近年来东南沿海一带常受海盗倭寇侵袭骚扰，如果动用大军来压制，军饷粮草都有问题，而且难免会扰民。更何况那些流窜的不一定是盗贼，也未必是正规军旅所能应付得来的。所以朝廷就找了这位特使，利用他是江湖人的身份联络四方豪杰，来对付这些流寇。这个人身份必须隐秘，但是为了方便和官府的来往，他又必须让人知道他是个很尊贵的人，所以朝廷在这种情况之下，只好假借一个理由，赐他一种恩典，将他的女儿册封为公主。虽然名义上是公主，却足以让别人对他另眼相看了。这么说来，你已经知道这个人是杜先生了？是的，我已经知道了。可是你知道杜先生是什么人吗？什么人？杜先生就是娇林以前的妻子，遇见公主就是娇林的女儿。哦，杜先生实在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
虽然我不明白娇林离开他之后，他怎么会跟大内皇族有了关系，可是朝廷能够重用他，想必是有理由的。沿海的流寇渐渐被他压制，渐渐不能生存。这时候东南海上出现了一个远比昔年紫荆帮的海阔天更有霸才的枭雄，于是这些已无法独立生存的小股流寇就只有投靠到他的旗下生存。宝剑有双锋，有其利必有其弊。杜先生虽然肃清了岸上的游民流寇，却造成了史天王海上的霸业。现在史天王并不是杜先生所能应付得了了，所以为了安抚他，杜先生只有将自己的女儿玉见公主作为休兵的条件稳住他。这当然也是逼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罢了。哎，这些道理我都明白，所以我才肯做这件事情。可是有些人却不明白，不但那些热血沸腾的江湖豪杰会挺身而出，就连史天王他的手下都一定会想办法阻止这件事情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早就想杀到岸上来大捞一笔了。如果史天王真的娶了玉见公主，他们不就没机会了吗？更何况东洋的那些倭寇们早就想让史天王与杜先生打上一架，等到双方两败俱伤，他们就可以收到渔翁之利，他们当然不会让这门亲事成功了。也就是说你早就知道了，那个东洋姑娘是他们派来的人。之前我一直搞不懂，这么一讲我终于明白了。杜先生想要将我置之死地，也只不过是怕我泄露了玉见公主身世的秘密，破坏了这门亲事。玉见公主为了顾全大局，不惜牺牲她自己。所以她要你走，你就只有走。哎，是啊，她要我走，我只有走；她不要我走，我也会走。你是不是不想再管这件事了，也不想管她了？你要我怎么管？难道要我代替玉见公主嫁给史天王？你这个人越来越不好玩了。以前你不是这样的，以前你不管遇到多困难的事情你都不会退缩，遇到多强的对手你都会去拼一拼。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像个缩头乌龟一样。哼，幸好你还是没变，一定还是会去做好你答应了别人的事情。我当然会去做啊，你不用管我，要走你快点走。临走之前你可不可以再陪我喝一次酒啊？我知道附近有几坛好酒啊。走。哎呀，你有完没完啊？啊，喂，好了没有？哎，还没有。哎呀，你想说什么？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诉你。江湖中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人人都觉得我对你好极了，你遇到问题我总会为你解决，说不定连你自己都会这么想。不过只有我心里面最明白，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知道你处处都在让着我，有酒有菜有好看女人的时候你从来都不跟我争。我们一起去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成名露脸的总是我，而你拼完命之后就溜走了。
溜到一家没人知道的小酒馆里，随随便便找一个女人，还要强迫自己说你很爱她，爱她爱到无法自拔。你这么做，只不过想要让别人知道我是楚留香。胡铁花怎么比得上楚留香呢？所以，风头当然应该让给我楚留香去出头。但是我要告诉你，你错了。你不但错了，而且大错特错。你要知道，你胡铁花没有任何一点比不上我楚留香的。就算没有楚留香，你一样能解决问题，一样能活下去，甚至于活得比以前更好。老胡，如果你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明白的话，你就不是人，你是一个蠢到家的大笨蛋。放你的屁！你讲的通通都是屁话，野狗放的屁都比你香一百倍。现在我也要告诉你，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认为我不明白的话，你也大错特错。你明白我的意思？你明白个鬼啊！我怎么不明白？你就想瞒着我，自己一个人去找史天王拼老命是不是？你承不承认？要是你不承认的话，我一拳打死你！就算我要去，又关你什么事呢？你去做你的事，我去做我的事，你在这里乱发什么狗熊脾气？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真不是个东西。我不是个东西，你也不是，我们都是人。你不是人，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否则你怎么每次都知道我要做什么事情呢？因为我了解你，我简直比你老子还清楚你心里在想什么，你明不明白？好，你去拼你的命，我去拼我的。如果真的有人想要我们的命，绝对不容易。没错，你拼掉你的命，还有我的。我拼掉我的命，还有你的，谁都拼不完呢，谁都不行。眼前的对手是纵横七海、不可一世的史天王，是个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击败过的人。阁下是？我是东瀛第二高手春雷直人。你就是人称中原第一高手的楚留香吗？但是据我所知，你最厉害的本领不过是逃跑术。那个叫做轻功。哼，轻功？什么轻功？那么你听过井底之蛙的故事没有？故事没听过，青蛙呢倒见过不少。
果然是井底之蛙。请站住！你已经激起我春雷之人的怒火了，今天就接受我的挑战吧！东瀛居合术，阁下的逃跑术果然不错，眼光也不差。我修炼的正是东瀛居合术，但是东瀛居合术发源于拔刀术，攻击与拔刀互为一体，你第一下伤不了我，你第二下想要伤我可就难了。那就再试试看吧。你就是楚留香。哦，井底之蛙。什么井底之蛙？你杀了我弟弟。你弟弟？他叫春雷之人。我并没有杀他。哼，你没有杀他，他却因你而死，这与杀他有何异？漆黑的环境下，最后我称霸东瀛的一击必杀居合阵。只要我不动，楚留香一出招，就让他必死无疑。看来他也在等。东瀛忍者果然能忍，难怪叫忍者，这么久都不动，真是匪夷所思啊。总敢再见，危难当头都一起感受，男人就该抬起头站在风口。恩怨情仇喜怒烦忧同命运合奏，抓不住风就紧握拳头。一生难免有太多争斗，百年之后迈过余生就。一生有多少对手，有几个朋友，成和败都感受。浪花淘不尽陈旧，说不尽风流，拼搏过一生何求。你是最强的对手，最好的朋友，宁愿一生平手。无论风雨多激骤，前路多锦绣，人生百奔流，挥洒过一钟够。